所以，那我的原始猫咪啊，原始进化，我又来了哦。那为什么说赖玩呢？因为它就是很像我们之前玩的神兽，因为我其实我们之前的观众很喜欢神兽来的，这也就是一个挂机手游，而且它这个游戏又附带聊天室，你们知道吗？可是也蛮有趣的啦吼，那我自己特别的开心，应该讲从上一集开始我就觉得非常好玩。因为我的实力突然大增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打就突然变得很毅力这样子，对啊。我觉得他怪真的很多可以讲，觉得还蛮算是蛮用心的游戏吧。那么讲异虾虫了。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跟我聊天啊？异虾虫还蛮可爱的，这是异吗？哈哈哈！海龟也好漂亮哦，啊，不过呢，我们之后开始讲装备好吗？惨 啊，之前的装备都没有讲啊。没办法，再打一下。哎，不是啦，是目前的进度可以继续一下。合成我自己再合成咯，我这边负责强化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还有负责给你们看我今天遇到的线玩呢。好，欸，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人跟我聊天呢？我们先来看这个过来的玩家，好不好？过来的玩家给你们参考一下。